我们这张画是描写夏威夷的傍晚我们夸大了太阳落日的时候，注意它对比特别强烈。那么照片里边这都是黑色，不行啊！作为绘画，一定要加强它的对比度啊，冷暖对比啊，加强黑白对比这一画就会漂亮，就会有一定的绘画性。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胆大、心细有创造力。